佛心地界千万呐，众生地界千乱，人生启智求解，谛听善思念行。佛心地界千万，确实是真深、真长、真远啊！要讲起了，凡夫甲佛的距离啊，实在是差得足远的啊！因为呢，众生地界千乱，这千乱、千万，那是搁差偌远去咯。所以凡夫啊，用凡夫心来测量佛的地界，实在是无可能。所以咱必定爱修行啊，众生的地界，就是伫家己的范围、思想，迄、那个范围的内底，佛陀呢，那是心包太虚呀、啊。其实，咱人人嘛会当心包太虚呀、啊，只是呢，咱有一个自私利的境界，自私。利益家己这种的境界啦，所以咱无法度呢，心包太虚，心包太虚，那就是宇宙万物啊，拢是修炼的，这佛心性的内底，就是伫真如的内底，真如呢修得来。那是伫一个觉，就是佛知佛觉。那放出去呢，那就是宇宙万物的真理。佛伊会当安尼，其实咱也是共款。所以佛陀一直认为呢，众生皆以平等。啊，应该嘛是安尼啊！看看咱有个人讲，哇，遐尼远啊，啊那看会着？哦，一面的望远镜，安尼镜头是遮细，摕来目睭安尼甲伊看去，哇，真远啊！几哪里远呢？迄个环境啊，拢看会着。这样，视觉啦，唔免真大，只要你迄、那个量力有够，迄、那个视觉都会当真宽、真宽、真大。咱凡夫啊，就是敢那用的功能，咱的境界，敢那用的功能啊。咱也无用到量力去，功能本来呢就是量力，只是咱众生迄种的功利心，提来解扎伫迄个量力的头前，所以就袂啦，看袂着外面。宽阔的境界，宇宙万物的真理，本来会当修炼在咱的内心，真如本性迄、那个内底呢。啊，偏偏呢，咱的真如量力啊，就是去予这种凡夫啊，一个功利，迄、那个功能。安尼解扎起来，所以咱看，只是敢那范围，凡夫的范围，安尼尔定。所以修行，咱去
无希望要做凡夫，咱呢是要向佛看齐，所以咱爱开始啊，信受佛所教法。当初在佛的时代啊，佛陀为着众生的根基，所会当接受的境界，以随机祷告，所以有小乘、中乘、大乘，开三乘法，安尼适应众生的根基。不过，这是对思想来讲啦，其实呢，佛陀所说法的道理呢，不管是深是浅，拢是真圆融。看众生的根基，安怎去接受啦？所以，伫众生有差别，伫佛呢是已经圆满啦。所以，这自性已经随佛修行啊，经过了40多年后，佛陀在法华会上啊，鞭笞小乘，伊就开始讲过去的，就是宽教，恁也未真心的接纳着我的本意，我的气象。恁也阁未了解啦，遮个人呢，拢是停滞伫小中吼，小乘中乘啊，所以啊，也未到达一时大乘的道理，也未体会啦，所以佛陀不断不断啊赞叹。诸佛深浅微妙的智慧，好难知难解啊！一直呢，要甲大家人安尼讲，希望予大家人迄个心搁开较大咧，见解啊，爱搁较宽一个，希望人人会晓要发大心啊，发大愿，所以。佛陀在法华会上开始启开一个开大的门，所以自性啊的修行者开始思谋啦，都真正呢想，真想要会当了解，所以启智求解，有要追求啦。追求呢，佛陀伊个迄个内心所护念，最深浅微妙的法，要安怎样？迄个究竟的道理，一直到干呢？如来真如的本性，会当予咱体会到，这都是。自性启智求解啦，一当阵开始，大家人要用心咯吼，因为呢，5000人退席啦，那遮个人呢，已经拢是精实吼，无有积业，啊，其他个人拢退去，竟然留落来个人呢，都是。全心发大愿啊，愿意用心来听法，所以佛陀呢开始就甲因讲：谛听，谛听，善思念之，哎，好好啊，闻思修啊，啊，不只是闻思修，也阁都爱身体力行哦。正面的文就安尼讲啊，譬如言辞演说诸法，用种种的方便啊，
譬如言说来讲话，不管是讲因缘呐、说道理等等啦，都是用真侪方法应机譬如，安尼呢来讲说诸法。但是所讲的话，地分呢是真哩真心吗？伫咧说法啦，但是呢，伫众生呢，是法非数量分别之所能解。好、哦，这段文，咱爱真用心去思考。佛陀既然呢，应机道教啦，就是随顺众生的根基说教。但是众生呢，伊所修纳落来，就是部分，就是解开伊当时的烦恼无明，心意开解，真实呢究竟的真理啦，真如本性，也阁无法度透彻。譬如讲，佛内底的这个经典真多的故事啊，有一位妇女啊，生七个囝，就是呢，迄囝甲大汉来，一个啊，都已经呢夭折掉去，已经到第六个啦，第六个呢，哇！也是忽然间的夭折去啦。这个查某人，那堪得会堪得讲安尼会受打击呢？所以啊，从安尼呢，精神错乱掉去。去当阵啊，规身躯的衫拢脱甲光光光，一丝不挂，走伫街啊路里呐。安尼呢，未晓分别周围的境界，哦，大家人看到啊，议论纷纷啊，这个查某人足可怜的呀、啊，这是什么人才有法度救伊呢？在这个中间，这个查某人啊，就安尼直直走啊，行啊，来到呢佛的所在。佛的面前跪，在那个所在呢，还是呢一丝不挂，就是呢来到佛前啊，伊忽然间呢内心起着迄种苦的心情吼，放声大哭啦，佛陀赶紧啊，叫人紧摕一个衫来。紧予伊身躯安尼安起来，开始呢，佛陀啊就讲冷静落来，听我甲你讲话啊。这查某人真正听到佛的声音，冷静落来啦。这一冷静落来的时阵，迄种的。忏悔、忏悔啊，好见效啦！啊，赶紧把这个衫呢，安尼揉好安安啦，包裹在伊的身躯里。佛陀就讲啊，善女人啊，人人都知影你心的苦啊，就是爱知影这个苦的心。一生既来呀、啊，其实人生本是无常啊，长啊短啊，你看，多一个家庭有永远的，几代几代的人同等呢？这中间啊，查某人不人间啊，
真正是如梦初醒，本来心真苦啊，要来听听佛呢，安怎样会当解除伊心的苦？听了后呢，不知觉中啊，不只是迄个苦无去啦，反倒当心灵啊，好亲像一道的光明，真正温暖的光明啊！安尼呢，照入伊的内心，清醒啦。大家人为这个查某人庆幸，确实呢，这个时间过了后，那就是第七个囝，也是忽然间呐，往生去啦。这当中，这个妇女的先生看伊的太太，好像真冷静啊，就是啊，接受到这款的境界，所以啊，这先生就问伊的太太讲：过去的五个囝过身了后，你的苦难堪，第六个子过身去的时候，你心发狂。现在第七个子往生，你竟然呢这么这么冷淡自在啊。这太太就说，过去因为我不认道理，唔知影因果啦，我即嘛现在知啦。如是因，如是缘，我到底种什么因，甲因结偌长的缘？一切缘生，一切缘灭啊，是释迦牟尼佛安尼甲我讲，我了解啦。真呢，是伫佛世中间有一段阿弥的故事，所以这个所在讲，譬如言事上面讲的呢，是种种因缘吼。那佛陀用种种因缘，譬如言事演说诸法吼，啊嘛确实是阿弥的道理呀、啊。无有离开因缘果报，迄、那个查某人，嘛是伫因缘果报中伫咧苦啊！但佛陀将这个因缘果报讲予伊了解，离开了伊的这个苦，心灵的苦吼。但是啊，事法非思量分别，你会当通通了解啦。真正的运用了解，那都是要专心哦，用心啊，修行啊，长期呢，哎，一点一点的烦恼，一分一分的发啊，安尼呢，分分寸寸的进步，深入了解，才有法度呢，体会佛的气象，参加佛的地见哦，所以啊，事法非思量分别，自所能解。虽然讲真多法啦，但是呢，唔是普通人啊，安尼想啊，都会当了解啦。唔是安尼，咱必定呢，提听闻思善念吼。咱必定呢，哎呦，安尼不断不断精进深入，唯有诸佛乃能得之啊！唯有佛啦、啊，佛甲佛的中间最会当了解呀、啊。何况讲佛陀正面也提起了吼，那一心是法啦、啊，心清微妙哦。尤其是呢，佛陀一个。弟弟呀，也未说真实话，字字不舒服说，是因为呢，也个有
正常万人伫咧，所以讲这个一心心清妙法，如是海大啦，不敬信正常万家的人，那亲像家的人呐，那不堪受教，不能理解，因为这个法这么真深嘛，尽管佛陀呢。不断不断用尽心思，安尼分别啦，譬如眼熟，都无法度同我讲哦。普通人安尼都会当了解啦，何况呢？何况讲遐个海大啦，正常万的人不修教的人，哪有法度去体会到呢？其实咱人人啊，本具佛性，唯有呢回归如来啊，真如妙理，这呢就是叫做诸佛吼。那诸佛呢，会当通好了解啦。所以讲起来，诸佛呢，唔只是咱的以外，其实伫咱人人回归如来本性。这个清净本性现前呐，所有的道理呢，才会当了解吼。所以爱要听法，咱必定呢爱先来回归咱清净的本性。所以听法必定爱用清净心啊来接受，啊，就是过去所讲三无六学吼。戒定慧文殊修，安尼呢，好好用心来接受。所以，请大家人开始呢，要好好啦，心要清得干干净净，才有法度呢，将佛的诸法啦，用咱的思量呢，会当了解。那当然，这都是爱。佛诸佛乃能知之，记着诸佛是伫咱家己的内心，咱的心回归如来清净的本性，安尼咱就会通了解啦。所以当然爱时时多用心啊。